好啦，36啊，36咧就麻烦啲，因为你要列式嘅。咁 T11 系83咧，可以变咗等差嚟噶 ，AS 嚟嘅。咁 T11 等于83咧，可以写做 A 加10D 等于83。咁而呢个咧就可以嗱 A 加24，再加 A 再加329，咁即系。A 加24 D 加 A 再加29 D 就等于463。咁其实我想飞咗呢啲步骤嘅，因为呢条一升、二升、二 A 加53就等于463。咁我而家我知道咧，同学仔咧都会有 program 嘅，用 program 去计咧，即刻计到个 D 系9 ，A 系-7。咁然之後咧，佢問 T 1加到 TK 係大過四乘十嘅五次方，所以其實你呢、这個即係 sum of AS 嚟嘅啫。咁就 K over 二乘以二 A 加 K 減一乘以 D 就大過四乘十嘅五次方。好啦，咁調位咯，調個二過去，個 K 又乘咗入去，就變成咗。-23K 加 9K 二次，大過8乘10嘅五次。咁調翻位 9K 二次減23K 減8乘10嘅五次，大過零。所以你會計到 K 係大過299點幾嘅。我話 K 係細過-296嘅。咁所以個最細個 K 應該係300嚟㗎啦。佢呢啲題目都好狗啊，佢特登屈你唔俾你去亂咁搞嘢啊。咁要你準確啲，好，我哋下一條啦。